今天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清凉爽口、好吃又解腻的东北大凉菜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，我们把粉丝用开水烫一下，再把洗好的菠菜呀，咱们切掉根部，锅中加入食盐，放点生辣油，再把洗好的菠菜放入锅中，焯烫30秒，捞出，咱们用凉水啊给它投凉。胡萝卜先改刀切片，再改刀切丝儿。菠菜转干水分放入盆中，加入粉丝、胡萝卜丝、大蒜末、小米辣、一勺的陈醋、一勺生抽、咸盐鸡精，再放入点香油，能吃辣点放点辣椒油，用你发财的手咱们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小伙伴们一起做起来吧，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下饭。